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霍。看这只羊吃草吃的好甜的。上次我和那大娘买了这只羊，听说他的孙子整天都闹着他，都不想，都叫我叫他奶奶去找那个羊回来。他奶奶脚又痛，我还是也舍不得，还是拿回去给他们养吧。那孙子和这个羊可能都成好朋友了。很小的时候，这个羊他都一直跟着他玩，就因为他眼睛不方便，脚也不方便，所以他卖了。走吧，现在我准备送去他家给他。看这羊也好善良的。那小孩，听村民说，那小孩整天的哭闹，很想这个那羊，可能。同伴也好少，个个都去学校了，他也没有哪个跟他玩，一天就以这个山羊为伴。我给他吃饱一点再送去，他也不吃了，还想回潮州啊。来走，你看前面就是他们村了，好像他认得回家的路，你看留他，看他就在前面了，你看，就是他家了，你看，好去上了，没有人来迎接他。你的主人去哪里啦？你的主人啊，小羊，小羊，看，好可爱，好善良。我看看他去哪里了，拿来给他看看他家人在不在家。哎，直接这里面。在这里，对呀，他家还是住在这个泥房瓦房上下面，还有这种房子。现在他可能政府也补助给住，但是现在小孩都不在家。亮，都不在家。不知道大娘和她孙子去哪里了。看，这蜘蛛网好多了。这有一个鸡笼，不在家。不知道他们那孙今天去哪里都不见。你看，羊就在这里转，我也不逃它，也不绑它，它也不走。你看，它这个有人性了，就懂得这是它家的。去了十多天，它不忘记了。等一下，看他家有没有人。你看，就在这里，拿着脚，拿着头来，看，到你家了啊！看，不用逃他，他也不急哦。人回来了，人，你看他主人来回来了，你看，看，拿羊来送给你了哦。奶奶嘞？去街上要也拿药了是吧？拿过奶茶快点。你看他一见是他的这个小朋友，和他真好。你看，听说你天天都闹着要这个羊是吧？这回我拿来给你了。你看这回他不离开哦，他还是来和我。你看和我好啊，你看他不和你啊。你看这回你不闹了啊。是啊，拿那些小朋友给你，你看，他欺负你啊！你看，他高兴的，你看他就欺负你，你看啊，怕了，
现在我把它还给他都不走了，你看，哇，好了，我留给你跟主人了。你看他真的舍不得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他发脾气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发脾气了，没办法了啊，跟你跟小朋友玩了，小朋友玩了。哪里他走了啊？你看我留了他，我就不要了啦。放这里吧。就逃往这里啊、哦。嗯。还是留在这里了，你看。算了，回去了，不放了。再见了啊，小羊。你看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！你看我走，他也走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也把这羊还给那个小朋友。还有大娘了，大娘因为今天去镇上拿药，她脚痛，她孙子在家刚才去村里玩，刚回来，我也把她羊拿进房子帮她讨好了。你看现在我们出来的羊还在叫了，她也不舍得。你看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老霍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